里是广州峰会场，我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任鲁豫。大家好，我是广东卫视的主持人邓璐。我们是小冯。你们好。我们是小蓝。你们好。今天呀，我们只有一个任务，就是给大家出谜语，找谜面。准备好了吗？三二一，出发！你在哪儿呢？我在海珠湖边探花儿呢。你在宝墨园干嘛呢？我正在舞狮呢。你那边听着这么热闹，干嘛呢？迎新呐。好好听啊。好好，真棒，真棒。哎呀，好好看呀。是什么呀？一群小吃货。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我们的勇士凯旋啦！哇，我们太棒了！我们的谜语是：草下栖人，有土必成。谜底是两个字，你猜到了吗？